池潘池亚内是东京12个行会，不对，是东京13个行会的总把头。往日里吃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酒楼，我都吃腻了，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能让我开开眼吗？那就让我给衙内奉上一道新菜色，锅贴豆腐，请衙内一品。豆腐虽普通，味道可不普通。